你这是好受点了吗？又量没量体温呢？没事。难受吗？我给你们煮黄豆水啊，我煮一锅，然后你俩起来就喝呗。听你愿煮就煮吧，煮我就喝，不煮我就不喝。你尊重一下我这个天选做饭人行吗？我是天选做饭人。还好我们家存货多，上回做豆腐做失败了，再都没动过这黄豆，一大袋子呢。站起来了。你有事你吩咐我呀，你。不好意思。我是个健康的人，我现在。量体温。这是白天熬的葱姜水，喝没了。你没事就躺着呗，别起来了呗。躺不住啊，疼啊。我感觉你这一倒下来之后，怎么瞬间老了好几岁呢？嗯，这么沧桑。刚才量多少度？38.4度。好可怜，开锅了，给它转小火。转小火还要慢炖1个小时。这怎么转眼功夫又干地下来了呢？嗯？咋跑地下来了呢？嗯，太软了，上面焦土。比我那个黄豆水好，你也喝点啊，多喝点热水。黄豆水。嗯，妈妈煮的黄豆水。睡了吗？煮了1个多小时，黄豆水终于好了，结果小李同志还睡着了。我寻思我也别把他叫起来了，就放在这儿吧。等到他们醒了想喝水的时候，直接就喝这个。我这个也是在网上学的，也不知道到底好不好使，管不管用。反正我觉得还是多喝热水会比较好一些。这大半夜醒了，现在找水喝了。好喝吗？是不是都凉了？吓死我了，这大半夜的，我一出来他突然醒了。那锅里头还有啊。